迎又来到我的视频。我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更新了。最近这3、4个月以来呢，我一直都在很专注的备赛，控制饮食还有训练，然后有点懒就没有更新什么视频。但是从明天开始，是我备赛倒计时正式1周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peak week。用英文来讲，peak week 其实就是顶峰期、顶峰周，就是最难熬的那一周。那从明天开始，每一天我都会给大家，展示我怎么吃、怎么练，还有我怎么一天生活，一天下来是做些什么事情。希望我最后一周的视频可以给大家拿来参考。这个视频里面我想讲的就是，我最近的饮食，我的饮食计划改变了，然后我的训练计划，还有一些别的事情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讲一下饮食吧。如果你有看我以前的视频的话，你会知道我其实是在做4天为1期的碳水循环，那么3天低碳和1天高碳。如果你没有看的话，你可以返回去看。从上个星期开始，我一直都是保持低碳，就是每天100克碳水、50克脂肪，还有300克蛋白质，没有高碳，因为教练说就是想再瘦一点，就是体脂要再降低一点，达到一个碳源枯竭的状态。现在一直到下周三的饮食呢，都会变成每天50克碳水、300克蛋白质、50克脂肪，这是饮食。然后大家不用担心我，明天开始我视频会出，我吃什么都会告诉大家。然后我的有氧本来是低碳的时候是每天1小时，现在改为了每天早上45分钟空腹有氧。然后晚上训练完之后再做45分钟的有氧，也就是说现在一天的有氧变成了每天都要做，现在每天都要做有氧，然后每一天的有氧都是1个半小时，但是分开2次，每次45分钟。那我训练方法呢还是一样，周一练胸，周二练背，周三练腿，周四练肩，周五练手臂，然后周六周日休息。然后周六周日呢我会做一些伸展啊、拉筋啊，类似的，想帮助你肌肉恢复的运动，还有一些可能会练一下我的小腿啊，或者是我的背部啊，局部的背部一些不足的肌肉群，我可能会练一下。但是大部分周六周日我都会选择休息。但是休息的同时呢，我们还是会照样做有氧。明天是周六，我会给你们看我是怎么做一些肌肉恢复的训练。这个视频会很短，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一下。我又回来做视频了，然后希望大家支持。我马上又要去做有氧运动了，所以明天见吧。